然后下一步开始深入，深入呢就是习惯从眼睛开始，看有点冷，眼皮呢像房檐一样有一个厚度，就在这儿，然后眼球呢在这儿，瞳孔呢在这个眼球的往下落一点，不贴在眼球的表面，所以往后一点，然后呢把高光留出来。我现在画这个上眼皮在眼球上的影子，有个投影，瞳孔，现在画的是瞳孔，把高光留出来。这个眼球是一种水晶体，一定要画出透亮。颧骨啊，这地方，颧骨，这是眉弓，这里面有骨头，在这地方，就是一个眼球呢，在这个眉弓里，啊，这是有骨头的地方，这是颞骨，还有个颞线，很虚。